自己寫咗嘅，即係我哋今日可以夾咗個音樂，夾咗個音先啦，係啦，夾咗個音先啦。今日我哋嚟到學校咧，就希望同一班青年一齊咧去 jam 下歌，因為佢哋咧其實都係對音樂呢個興趣咧係好希望可以發展嘅，咁亦都佢哋好投入。音樂咧其實係無疆界啦，其實大家咧可以透過音樂咧互相認識，亦都可以咧係透過歌詞咧憑歌記憶，希望大家都好開心。五四青年節，其實我哋國家好重視青年嘅發展，青年興則香港興，青年有未來，香港有未來。我哋好希望咧，借住今次青年節，亦都可以話俾全社會聽，大家都應該咧對青年咧有一個重視。咁樣好開心啦，又可以同阿鼎同埋我哋咧元朗嘅兄弟咧一齊咧，用呢一個形式咧係入到嚟學校，同我哋嘅青年人朋友咧打成一片嘅。其實咧，我哋個人覺得咧，青年嗰個發展咧，除咗佢哋事業發展之外咧，原來佢哋自己發展佢哋嘅興趣，投入佢哋嘅興趣都係好緊要。我覺得我哋都應該多啲諗啲辦法，去製造更多嘅平台，俾佢哋有發揮嘅空間啦。咁我相信而家喺國家嘅發展，喺大灣區嘅發展咧，一定可以幫到多啲青年人咧，去發展佢哋興趣，特別係音樂喎。我都 OK 喎。